超好，超好，超好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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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就算看这段自我介绍的话，河马我也真的是，我真的是把这个灯寄给他，他每天爱给自己撑几次腰，撑几次腰，好不好？我要给米卡掰开亮灯，就感觉他们是真实的人类，但是帅的有点不可思议，对，有点像 AI 的感觉，是不是？他眼睛里面多少钱一瓶啊？倾家荡产啊！哇，眼睫毛好漂亮。其实我觉得他真的好守眼点。他就适合干一切啊，他适合活下去。我其实没太听进去，那个都不算是失误。他长成这样会有什么失误？没有失误，他整个人生就是 success。他是那种如果走在大街上的话，如果就电线杆子上面扒了将将，我走就待一会儿，我可能会待一会儿。你要天黑了没有光线的时候再回家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不把他撕下来拿走吗？哎，好主意，好办法。你要为他而。你突然什么？你问到他了，好吧？你问到他了，好吧？看他的态度了。不能挂，不能挂，不能挂。河马那个真的非常帅，我真的是太帅了。你喜欢河马那个，我喜欢米卡那一挂的。哎，我刚好我喜欢晴天那挂。你想起你不可以啊？会有阳光沙滩。我喜欢晴天那挂。你看我晴天是弟弟吗？对啊，不然是二叔公吗？你跟河马对视，你凭什么？他为什么要看你？就看我们镜头的照片啊。他说：“哦，哪里来的大神？”河马，河马是哪里来的大神？就走了。他非常能，就是任何一个人类，我感觉我养了七年的狗，如果跟他对视，都会跟他回家。你知道吗？我突然不知道怎么样来接这个梗，现在听懂是不是还有点好笑？我突然不知道如何接这个梗。哎，但是如果你就是河马身上，你看他的眼睛看久了之后，你有点想拜，就是拜拜，想拜，突然想拜一下。对，我希望他长命百岁了。我不晓得在说啥子啊，不能希望别人长命百岁吗？我也希望你可以活久一点。好了，勉强看下一组了，下一组最好是有一点精彩的失误。